林总，第二十六号监控，接到您的电话我们就赶来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没看出有什么异常啊？这停一下，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面生？把库管监控室的调出来。停！病毒就是他扛进去的。马上找到这个人。张小鱼，请坐。你好，原来就是你啊！让我们在仁泰的专柜连续半年屈居第二。啊，忘了介绍我自己，我是 LMD 新任亚洲总裁 Selina。你好。哇，您就是 Selina， 你好，你好，怎么，你知道我？太知道了，不过第一次听你的名字是因为一个八卦。八卦？问哲的前女友。林总，今天这么精神，想必是胸有成竹啊。被人暗算，还有打赢昨晚那一仗，不精神一点行吗？林总永远这么自信，现在就敢说打赢了？对啊。至少销售数据我不是赢定了吗？销售数据你还在乎吗？你所谓的正面作战原来只不过是个梗，职场永远的战场都是 under table。 只有赢了才是硬道理，不然刚才方总的话都会变成牢骚。说到暗算，谁知道谁又在暗算谁呢？